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游玩《去月球》这款游戏的啊。OK， 那上一集呢，我们知道了主角其实追女主角只是为了自己的欲望。好，那看来这款游戏差不多快到尾声了。好，刚刚把录完吗？我应该甚至不需要，我现在一切安好。鬼派，好，站在上帝的份上，气功，嘿，一点不酷，伊娃，你绝不能打断别人使用鬼派气功，什么啊？哎，我刚刚没有按这个，哦，还有多浪费一个。Go！ 这个女孩怎么办？她还会用她祖父的名字做她的昵称吗？不会这么惨吧？最后只要以意外结尾的话，不就行了？乔伊、乔威、乔尼，听起来真可爱。既然听起来那么可爱，你怎么没嫁给他？啊，你嫉妒了？哦，是哦，非常嫉妒。哎，他主角不是叫约翰吗？一些标题上有污渍的书，这个是，我真不想再接到这货。天哪，我脑袋要炸了！你还真的容易受干扰，胭脂黄瓜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钟好像也在那里看过。好吧，说一说通过大话，滴答响的壁钟却吵得不像话。啊，挤满了，应该是球吧。哇，这边太快了，一下就找到了，没什么剧情这里。又是这种被碾死动物的尸臭味，我们到哪来的？鱼蛙，那什么鬼东西？
睡眠 下一段记忆。我知道，但请解释为什么这么恶心，味道也跟着我们来到这座天空之城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只是没有把记忆重组连接起来吧。一定是机器内部的高级数据保护系统出了故障。又出故障，我还以为上一次整修又可以让它正常运行至少半年。哎，我真不敢相信，竟然有那么多白痴全部都在维修部里。看，别担心，我们已经将七上零部分的记忆保存好。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再这么做一次。很好，但别想我把这事告诉他。只要我们能成功就行了，他没必要知道这个。好吧，我想就是这样，这里没什么可做的。在起火之前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吗？女士优先。这也不用搜查吗？感觉就很可疑啊。真是遗憾，我实际上倒挺期待这个的。对啊，为什么不看一下呢？第二幕，数以忘记的灯塔堆积到遥远的天边。还有啊，我以为快结束了，原来还有第二幕啊。傻眼，我回来了。请不要打扰他们，他们也许不会轻易醒来，但他们需要集中精神。哦，在这里，这就是我这个老糊涂所知道的一切。很抱歉，我只能帮你们这么多了，这些就够了。没错，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把你所登记去月球的愿望和你找协记连接起来，然后医疗开关啊，乔治，你这样的功夫都不用，你就到月球了。我有个问题。如果你们能死进一小时，能够证明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这个世界，那么你们现在不也能轻而易举地实现我的愿望吗？如果这段记忆是真实的，我们确实办得到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不是真的，眼前的一切又是什么？还有，我又是谁？全部只是复制品而已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一切都能像画画一样任我们为所欲为。至于你不过是用于记录约翰你的一种演算公式，足以反映他的喜好，但也只是个半成品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这张画布上画上逻辑连贯的作品，然后我们会将你注册的理想传授到你的孩提时代。这台机器将会产生你的新人生，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。然后最后，我们再将结果写入真正的约翰的记忆里。所以明白了吗？即使我满足了你，你也仅仅是段只读的程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一遍遍重启，甚至够了。哦，别那么敏感，它都是段虚拟的程序，你知道了。如果你是这么想，为什么还执着解释给他听？我。只想节省点时间，出发吧。我是，那就是真正的我吗？谁啊？整晚的心血啊！哦，记忆连结是不是？
那是我们鬼魂。哎呀，你至少要给我提个醒吧。我能说什么？我就是喜欢独断独行啊。我问过你，那算不算打情骂俏的？其实我还怕真回答你，还是先做这个吧。我觉得这种形式蠢到家了。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有从近到远传输他的欲望。好，从近到远什么意思啊？嘿，请将边缘相匹配的两个记忆体重新排列，以转换被标注的欲望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懂了。这都要连起来就对了。这个没有。书兔子，你看这种兔子，然后这应该是兔子，然后这边的话，等一下，等等，这个就有花是一起的。这样好了。伊娃，是这个。哦，你来真的。可是这个要输。所以要这样子，可是不对啊。那个，这怎么办？管他了，现在吧。时钟。只要连过去就可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唯一要做的。准备好拉开关了吗？你还不放心我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那是成功了吗？很好，那我们看看他从月球带什么纪念品吧。女士优先，这边就这个行吗？玩那么少个零件，但是总觉得落实什么，瞎扯淡！别把你女性思维刻在我身上。更前面的结果，这里吗？这里和他最后可读取记忆设置相同，按理说这也至少有一些变化，有些不对劲啊。这些记忆好像不止存在过一次，他们简直是完全一样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因为已经转移了，不是吗？如果这确实是同一段记忆，那就在悬崖那边看着灯塔。约翰尼，真是令人惊喜的拜访啊！你看，目前还没有多少人来过这一带呢。这种似曾相识感觉，我是伊娃·罗莎·蒂恩博士，这位是什么？别让我想说第二遍，尼尔·瓦兹博士。你知道西格蒙德人生构建机构吗？哦，你们两个来自那个机构吗？太巧了，
我正打到给你们电话呢。莉莉，我有冲杯茶好吗？莉莉。把它给冻结吧。然后呢？你先守着，我再去传送一次欲望信号，再看看这里有没有变化。我敢肯定，转换过程进行十分顺利。这有变化吗？一点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他的欲望甚至无法单独起作用，怎么可能一点改变都没有呢？可能需要一些东西激活吧。从他早年记忆，尽我们所能，越早越好。走吧。哦。我需要刺激一下约翰尼，增强他去月球的欲望。嗯。那么。这是什么？这跟他说完全不一样吧？哦，好吧，你介意吗，丽蛙？不，我就喜欢这个，那就行，我们走吧。希望这样的刺激足够了。哎，等等，尼尔呢？去月球，亲爱的。哦，很累。我的天哪，我实在太累太饿了，已经没精神在看电影了。也许我该看约翰有没有变化。OK， 走吧。约翰的反射。哎，你又不见了。都一样，我可以找个地方点燃它，这可真荒谬。莉莉，究竟怎样？也许这里有其中的东西，这个吗？等一下，我不记得发生这故事，一定是有什么变化了。嘿，别急啊！哦，等等，这边没有真正的改变，而是……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原来是你。正如你们所知，我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荣誉代表。此刻我站在这里，正是为了告诉你们，答对了，蒂米。哇，那样就糟了。但我不让它发生的。总之，我想你们大部分人都渴望拥有。和我一样前往另一个世界疯狂探险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去感受金星的独特芬芳气息，在土星的光环中逆时针畅游，亦或只是到月球彼端探索。好了，那我请加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总局，我们坚信每个人都潜力无限。可能是你，或者可能是你。可我一点也不想去月球啊。那么你将会成为最幸运的。不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想去。我为什么会想去啊？我待在地球上很快乐啊。你就一点都不想？不想？为什么要想呢？一点点都不想？
不想。好吧，作为国家航空航天总局的官方招聘人员，我将带你们重温一下月球的资料。首先，月球已经诞生45亿年，你们知道吗？它的表面积有整个非洲那么大，这可是真的哦。事实上，如果想骑自行车绕月球一圈，而且从这里发出的光要花1.5247秒才能到达月球，就算你看这飞车也得花上130天。不知道。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一点，去月球将使你发家致富，举世闻名。我们都知道，有名有利的就等于偶像了。所以，以上就是我想说的重点。记住，国家航天航空总局欢迎你们每一位，尤其是有棕色头发的人。太明显了。这个暗示太烂了啦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表现如何？我想国家航天航空总局可能不太乐意请你，但这个噱头已经够了。嘿，我可是很努力的好吗？想不想看看这次是否能成功？当然，稍等片刻。来了，结果如何？完败，打平了。嘿，别气馁，我敢肯定你还有我们是能做的，比如。这个嘛，我们负担不起这个房子的建设了，伊莎贝尔。我们只能给他，但是你能负责起月球之旅采购的钱。如果你能卖这个房子，你一定可以。闹剧啊！已经确诊了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很少会有。你是否知道国家航空航天总局拥有很先进的卫生保健计划？千真万确，对你们夫妇俩而言。不要乱搞啊！你们可以免费骑着小矮马啊，看一场婚礼，恭喜恭喜！不过你猜，你会去哪里度蜜月？瞎了啊！这两个，你挖，慢着点，玻璃很滑。呀，你越，这黄瓜是，哦，你看，这根本就行不通，何止是行不通，简直太荒谬了。我们可是知名的权威人士，我才不会为了工作像疯子一样围绕着他气急败坏的乱转。你不会吗？看看吧，我们快睡眠不足了。早知道这趟活得他夜车，我一定开咖啡来。同意，你应该看看我之前做的好的影像。对，不管怎么说，时间宝贵，我们还是乖乖待着吧。天亮之前，咱们先休息。但愿约翰你玩到那时才回来。将来第二幕哦，第二幕还很久，是不是？这毫无道理啊！为什么这台机器一点用也没有？你看，你所注射去月球愿望被成功转移了。然而，在转移过后，它竟然一点想去月球的意思也没了。除非欲望的次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改变。只有在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同一种欲望才可能在同一时间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。无可否认，另外在整个过程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如果什么事物可导致核心发生变化，那么它绝对是头号嫌疑。但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呢？李娃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啊，日出了。时间离开了，我真怀疑尼尔到底能不能想出点头绪来。OK， 那你还活着吗？他快不行了，他变橘色了，他的生命线变橘色了。是回来的吗？感觉是回来了。你看怎么样了？勉强的坚持下去。你们两个准备怎么样了？我们还是无法取得任何进展。你们最好快些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如果你要找你同事，我想让他出访。我不想去上学。今天星期天，亲爱的。走错了，是书房。把它关上，你这白痴。我知道那个，但是，好吧，你确定这是让他介入之中吗？而且为什么这些消息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可用？还有那个医学博士之类的，你从哪拿到的咖啡？你在和总部说话吗？是的，待会儿就跟你细说。现在。毕竟你还带了两个孩子，也没那么糟，真的。校车正好经过这里，可你难道准备在这一直干下去吗？差不多吧。几年前我的丈夫去世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当时他正在服役，然后乘坐一批派驻海外的部队。抱歉，那也提起伤心事。那段时间非常难熬，我们没什么积蓄，就业形势又相当不妙。就在那时，约翰林看了我的简历，然后给我这份工作。对此，我非常感激。而且这是个宁静、安详的地方，这也让我缓解缓痛苦，平静下来。政府不是颁布了加大投入以保障烈士遗孀生活的政策吗？确实如此。事实上，我也的确接受了不少救助。但后来，约翰林遇到一些麻烦，他需要我的帮助。他米尔莎拉也喜欢这个地方。因此，我们就留了下来。而
遇害你也非常乐意，我们会想他的。我自己想过了，他真的非常需要一个家庭。那你打算怎么对孩子说约翰也是？我不知道，大概会说个谎吧，不过恐怕也瞒不过去。孩子之后长大了，儿子们总会长大，他们总会发现的，不妨直说吧，这就是人生，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这就是你的全职工作不是吗？事情结束后你有何打算？还有什么可做呢？再趁你找份工作活下去，大概就这样吧。这么说挺不好意思的，但我会怀念约翰尼和这个地方，以后我应该也会经常抽空来看看吧。啊，那个约翰尼昏迷之前告诉过我，你们可能很快就到了。他说他自己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但是他希望我能代表他向你们自己谢意，所以谢谢你们。我在想灯塔要不要去看。还要去哪里？好了，这是什么？看来我们的小约翰尼曾隐藏的一些记录，隐藏的记录，确切地说，他隐藏的病例。显然地，他隐形的时候管理着大量增强型贝塔组织阻剂质。巧合得很，这种药对我们神奇的记忆正好那么点副作用。贝塔阻滞剂，约翰里面没有心血管疾病不是吗？当然没有啊，这可就值得我们唱好了。如果这个副作用从一开始就产生的，加上又是如此大的剂量，那么这对他管理药物时期的记忆必然影响非常巨大。你认为这是妨碍我们接受他早年记忆的原因？不完全是吧，我会详细和你说的。维修人员对我大喊大叫，就因为我批评了他们。然后现在怎么办？我已经拿到修正后的频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跨过阻滞剂的阻碍了。只要我们能进入他的童年时代，也许就能进一步去探路，去改变他的愿望，然后让一切都顺利进行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尚有一次，毫无疑问，事情永远都一个接一个。要激活新频率，我们还需要一个触发器。触发器，一个和那段失落的记忆有所关联、真实存在着而且存在感强大的东西。然后把这个东西交给约翰尼，这样他就从内部同调记忆了。可我们只是初步窥探他的童年记忆，对此根本一头雾水。而且就算我们找到儿时照片什么的，约翰尼还昏迷着。是啊，又回到原点了。你知道的，在去年诺拉那件事之前，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还不算太棘手。同感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去透透气。啊，我把咖啡给忘了。贝塔阻滞剂。干扰记忆。OK。臭死了！少啰嗦，滚出去！有尸体异化，太恶心了。我知道，还不是因为你过去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孩子们还在睡觉呢。啊，请稍等片刻。然后最后的记忆就是我们被困在这。
还是那个气味？你俩在说什么？嗅觉受体和大脑边缘的气体是直接连接的，莉莉。这样说应该明白了吧？我什么？我想说，气味是最能唤起记忆的刺激。我们可以以此为纽带，同步的话同你记忆。这个还好，还有个好消息。虽然约翰尼昏迷了，但他的知觉还没有消失。我已经觉得自己是忘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很好，非常好，相当好，特别好，超级好。现在你去搞一头被碾死动物尸体来就行了。好吧，我这就……等等，为什么是我去拿？碾过去的明明是你。对极了，因为事实上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碾死他的。但是卑鄙无耻的混蛋。不知道这对有没有帮助，不过我可以借你一双手套。真是谢谢你哦，莉莉。虽然这不是一次性手套，不过我大概只能当一次性用了。哦，闭嘴！别这么吵嚷着吗？你至少去看看约翰尼和医生的情况。不，我不干。看着别人妈妈死去这种事，可不是我的菜。那不是要走出去吗？很远呢，我怎么不能走快一点啊？这松鼠跳过去了。松鼠，你要去哪？我这个去嘘嘘。糟透了，这个撞击声都有所有东西。我想想。空的储气管，这还掉过什么东西出来？走吧。原始动物的尸体的吗？拿到了，棒极了！你去收拾好它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要去哪？我必须去喂我的电子宠物。没错，姐，我一直是个怀旧人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可以把东西设置好，我随后就到。他到底做什么啊？没时间去调查他了。那么，当我们准确打到那个坐标后，我们会发出信号。当我发出信号后，希望你们打开通风阀三秒钟。没问题。这医生是女的，后来才发现。你确定细菌都已经被封闭了？已经完全封锁并过滤了。这对一个死人来说，似乎不是个问题。
你们要知道，约翰尼的病情正在迅速恶化。知道了，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。你们俩，不管你们在那里做什么，祝你们好运。运气是我们所需的最后一样东西。地上墓，他们将光明带给自己以外的灯塔，还有带给我。哦，又回来这里。最小的那个阶段还没经历过，走吧。OK。那我们这一集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角的图片按订阅，到红色小方框按订阅，旁边铃铛即可打开，这样才追踪我随时发片，你才会看到我最新消息。那也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你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